所以是对这个咱人内心，在这个意识内底，有遐开始比较觉察。但是呢，咱来回归到咱人的这个本心。啊，为什么爱家己到遐大？因为咱人拢，所以中间人一下就是心的时阵，大家讲，咱拢甲讲叫做什么会？无明会。哦，啊，无明会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啊，这个会到底对对起来，我不知道。好啊，听下思考一下，包括互我知来，我那是安尼啦。有当时啊，咱想不出来，迄、那个刹那之间到底这所谓的火是对对来，咱家己唔知影。无莫名其妙就怎起来？这个他亲像讲，我咱咧行路啊，啊行路无意当中踢着一个石头哦，啊无是无是的，啊踢着一个石头，迄个标的是安怎？踏过去，但心就是爱一声嘛，对无？咱若是捌踏过石头，就知影。伊去咧定心爱一声嘛，啊要爱一声，之前你敢会，咱敢会想讲啊，我即摆去，你踏着啥物，啊较来听。无啊，踏着就先听，听就先爱出来啊。那叫做啥物？反射动作。啊，反射动作啊，所以咱人个这个业绩的经济内底，就是讲碰伊个所在，啊咱拢无。做这个随时去啊观察的这个环，啊因此呢，我拢惯习，我惯习去啊，吼啊即摆发脾气啊，回去啊耍，回去啊耍，所以主要只要拄着代志呢，有人触见啊，就马上发生，啊咱来动作话，现在到底是对是错，咱家己个动作唔知影，啊因为这都拢无法度理解，所以阿公。在讲一句讲，无故寻仇觅恨啊！咱人个天吼，或者是讲咧一寡咱人个这个烦恼，还是讲忧愁啊。讲实在，有当时感觉啊，无形当中咧，怎变啊糟蹋？咱有当时万分